是咧期待你会当看到后壁先的个，伊何下咧想做先是乎家己的精神心情佫较快乐，你自然就安怎，较无毛病。真的哦，你只要是乎你咱人的精神有一寡遐唔系，是情绪波动很重要。啊，如果咱若会当开一寡钱，啊，乎家己的精神，哎，是每一工拢足快乐的。刚刚我是去做善事啊，啊，你做善事，你讲一日为善，你是不是足快乐？啊，有当时啊，迄个快乐是可以持续足久的。哦，啊，那安尼对咱的健康嘛是有帮助的。所以呢，你若要做功德的话，哎，你若无相信，讲你这做落，不管是去帮助别人，还对家己有好处，你敢做的话？做的话，所以讲讲安怎哦，咱若是要做功德，你就是要有这个行者基础。你做了，你才会欢喜啦。啊，若无的话，是人勉强的，你做的嘛无意思。哦，你甚至到尾都讲，我得拿麦上来拿酒，我得安怎？哦，就会这样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甲人讲哦，这个中央一切诸善根，唯有就是这个信心徛牢的。你相信，你才去做，才有力。你若无相信，你去做的是无力的。哦，啊，可能大二度内底嘛人讲。文化大海有是凝结规地凝冻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进入这个佛法内底，哦，你进入这个佛法精髓，你没有信做前提，对信、净信、进入净信，哎，你的心就已经很清净了。再信，像咱周边大家相信吼，对咱的道无怀疑嘛。一定无怀疑啊，因为你已经进入了这个清净心的心，诶，这个心啊，对，不是东吹西，加为这个心，吼、哦，不是加安尼，不是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入这个清净的心来对立，咱者来讲无所求啊，没有在求光，因为这些难怪光的有偌多，因为你的心已经。是属于清净，因为这就是应该咱会当做，咱的吼，就爱去做的，变成是一种责任的问题的，吼、哦，还是咱应该吼爱负起的责任的问题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来看下，吼、哦，咱佛法呢有写这篇，哎，咱拢知影，某相人依咧现象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某相吼心。那徛好了，徛好在，其实其他的这啥呢？人义、礼义，即讲你甲我讲你做偌济，我不相信，因为先甲咱讲呢，吼、哦，他拄仔咱头拄仔有讲过啊，先就是中者天下之正道啊，吼、哦，天下之正道，啊，先呢，如果你若无这个先做基础。你做诶，你讲真正会当发挥功效，一个人若失去伊诶心，要安怎立足？无可能。所以呢，即摸上者呢，你若是即个心调无着，那安尼你做诶遐吼，拢总也许是肉欲，拢一款无放，毋是真正诶功德。所以才讲讲啥呢？心通俗观兼良心，爱以即个心做基础。才有法规通发挥到咱其他的这个仁义礼，吼仁义礼智，吼，得才有法度通发挥出来。所以讲咧讲通俗观兼满心，以这个做基础，过来就其中观用其中，就其中观用其中。你像咱破邪镜，你就讲一支是锥，一支锤啦。我爱举一边，举要用的时阵，要使用。用这中央之道，我就爱用伊只。吼、哦，我用这边的话，我嘛是爱用这个做基础。所以讲咧讲，你搁用伫两边，你要出位要做代志，同款爱属于中央之道，不要超支，哎，不要说不够，不要过急的，卖因讲超过，阿嘛袂使讲无够。所以咱大家讲咧讲中央之道，就是咧讲咧讲。用观用其用，这个用是天下之正的，也就是咱的心，哦，
嘛，安尼，咱自然后壁咧行，哦，那么就看我们的精进的程度尔，一定来达到，一定来达到，哦，所以，只甲大家讲，一个人若是无有五智调哦，跟这个般若所讲的这个空，就会当相应。啊，这个空是啥物叫做空？我们常常说，哎，上面拢空啊，拢空相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空呢，啊，就是在讲空上，空间不停的在变动，空的特性哦，一，我你抓会到，不停的在变动，你无法掌控，一切呢，拢取决于这个因缘，因缘和合，因缘生性，伊的关系，你像。咱拿一条面布，哎，看这条面布是一个相，是一条筋啊。你看起来，哎，迄条面布一个相啊。但是呢，你家讲有，还是家讲无？讲有忘掉，讲无忘掉。为什么？迄面布会揪起来，像咱咧吃有咧吃凤西的人知影。你若伫个头遐甲揪的，伊是毋是剩一条线尔？迄条毛巾的相，敢搁有伫个？我若甲伊抽乌变一条蛇啊，安尼中毛巾的相敢有伫个？无伫个。啊，但是你家讲无，啊明明见都是一条毛巾，所以这是因缘合合而成。吼、哦，所以有人讲啊，你看云，啊云到底有爱无？直接看明明云足高，但是呢，当你坐飞机冲过迄个云，伫顶悬是万里，吼、哦、万里雾。万山晴空万里的，是予你看袂着云的。所以你来讲云有爱无？有红着，无红着，这就是实相，这就是实相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常咧，咱目前嘛，咧想，会咧讲空，啊，到底它的特性是怎么样？空毋是拢家抹杀掉，毋是拢家讲迄拢无的，是咱咧肉眼看袂着尔，因为它是不停的在变动。让我们无法度通掌控，不是讲啊，这我咧爱，啊，就直接你来会着，不是这样。而且它的吼、哦，它是取决于也因缘和合，所结合的一个力量。哦，那么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那呢，吼、哦，那呢，印第安人吼，你、哦、如何定义你这个价值叫社会的地位？你讲哦，西方社会认为人吼。哦有多少价值取决于伊有偌济财富啦。咱今天看这人的价值，哦，这个人这价值过来了，敢是拢看伊个财富尔？嗯。哦，但是呢，人印第安人伊就是唔是安尼看哦。印第安人伊讲呐，你有多少价值取决于你付出过什么？你为你的族群、为大家贡献了什么？哦，啊，有时安那牺牲过什么？这才是一人心情上的价值，哦，不是借有形有相的财富啦。啊，就像你讲新闻，就是报一个几亿的人，啊，结果迄、那个先生有人用锅啊，迄武汉肺炎用锅伫楼顶淋落来，啊，太太伫楼脚泡干呢，啊，讲几十亿的身价，啊，结果因太太嘛唔敢话啊，因为讲地下迄个迄个尸袋甲装起来，人淋的啊。啊，安尼比较早滴，所以呢，咱取决于在看西方标印第安人家安尼就差出侪啊，哦，就差很多了呢，哦，所以呢，这有一寡就是讲互咱真清楚。那么呢，加个一个过程嘛，讲讲，哎，咱的祖先本来是足清净的，就亲像这个叫啦，内底一空空，空的拢无装着遐安怎？迄物欲的物件，伫只内底，所以咱是真清楚，咱会当看吼，观咱会当看到咱的自性，吼、哦，尽是清净的，还是复杂的妄想分别执着的，咱家己看会到。但是咱看袂到呢，咱的五蕴呢，就是安怎？我们的内心里面装了太多的东西，所以乎咱家己无清楚，阿嘛看袂到咱家己。咱家己自信本来清净，
的这個哦，所以伊甲人讲装满东西以后你就看不到了，因为你跳这步又甲你安怎袂上去，哦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伊就安怎无清楚，他对这个哦，对这条道这条路，他就很模糊了。所以呢，虽然讲，是很好的，但是真的或许改起来说，也不是那么简单啊。哦，代志啊，遇到的时阵吼，足歹处理的，哦，就很难处理了。啊，唯有的是啥？内心里面装了太多东西。我阿姐嘛，讲迄个啥呢？哦，迄个内心里面装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所以伊安怎，内底无法度清净，他没办法达到清净无碍。哦，啊，若要会人的话，就爱甲这物件安怎清除掉。我迄摆看到迄张相片啊，我才想讲好，我下下阿爸有人去阮小馆，好来，无较少啦。这物件啦，都多贵件啊咧。哦，足侪物件，足侪物件，啊，这人的心甘会清，规个心去甲清除，当作这个房间，当作是咱的心，内底堆遮侪物件，伊是会精彩的。哦，就爱安怎？咱进修难得，就是要让你了解讲，这物件咱爱一直甲伊清除，那就搁甲伊清干吼，安那，这物件拢无去啊。我们内心就是很光明的，很光明的哦。所以唯有呢，清除内心的一切杂物，这个康主念就会现出。哦，这个康主念就会现出。所以吼、哦，我那个我朋友就讲吼，我知影你做爱买，爱买买，你又搁唔敢退出去啦，惊讲无人甲你讲你讨债，啊，伊就会搞我搬出去，啊，我又甲伊讲，哎，我要搁买，伊讲你无影。三单吼，我都唔到看到你穿真了衫，你都讲你买过，所以吼，这就是啥？未来看到这条相片的时阵吼，我才想讲，我们要的要听，我话都要太济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就是咱人的心。哦，这咱客吼看到吼，我真有意思啦吼。啊，其实呢，其实修行教咱的这要如何来断这个疑惑。就是一定爱先有这个心做基础，好好啊去安怎，一步一步去改进，去改了解，你才能够深入，吼、哦，安排咱三心，然后这个进行出来的时阵，你所做的就拢袂叫偏差起来，因为你的心已经是真清净，而且是无污染的，你所做的一切。是没有想要得到回报，并无去予这个名利关系去甲你绑掉的。因为有真侪人做的，真侪像咱的官员，伊所做的一切是安怎？伊要通好拿这个款啊，还是要爱伊个伊啊？哦，你像即位呢，咱迄个哈佛，美国的哈佛大学是安怎？因讲即位吼，校长交因夫人两个官调着。这个武汉肺炎就对了，所以呢，有一个叫做大世纪的吼，在报的，伊就是讲啥，这一回武汉肺炎中共病毒吼、哦、是有长眼睛的啦，越亲共的吼、哦，他越喜欢找的，所以哦，我甲看看呀，伊讲吼，啊，这就是越亲共就是助纣为虐，哦，伊讲唔是中共唔好，是共产党唔好，你看从过以来还是我一个人没有嘛。百姓的生命当百姓的对了，哦，不敢百姓的生命当一回事，所以哦，这个病毒是有长眼睛的，哦、我看起来说怎么抓一起来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让人知影说，哎，我们不能够因为我想要这个名利钱，哦，还，啊，那安尼的话，你所做的都拢落于以上，有违，哦。有违法的同时无违、哦啊、所以就爱有无违你精神、哦啊、生这个无违的出来你才有办法通个继续在前进啊，若无的话就会遇到很多阻碍不是你要安尼就真正会当达到关哦，互你
完那个人上完成你的愿望啊，不可能，哦，不是这样的，哦啊，所以我写还写了。我想听，我想听。嗯，哦，伊讲坚信因靠我到他们把你这个也是做。嗯。全部都是要自己唱。嗯。
从右边右边。后方有字，然后唔系加方有字。系啊，哦，大家讲吼，加唱音，它有法度人拔这个笔的刺，啊，那无是没办法继续前进，哦，所以呢，那么我们对于这个，哦，因为咱那是有信仰的话，有这个信心。做咱的基础，哦，那么呢，安尼嘛，伊会互相碰撞，碰撞了后，你一次又一次，丧失信心，因为时间久，搁安怎会考，你就不会退的，因为你有经过安怎，这个信念，哦，这个信心，吼，交这個、就是这个信心，哦，伊会交这个理互相碰撞，但是你每一间拢有去安怎？去好好啊，搁家己冷静下来去探讨，哦，那安尼搁继续搁去行，那安尼时间久了，自然这个鱼就不会存在了，因为你一次搁一次，拢总有经过考验，啊，你拢搁有经过安怎去家己探讨、了解，哦，深入，啊，那安尼自然碰撞久就产生了，哦，那安尼一代一代拢改观，那你就不会。再有这个疑的，你就会深信不疑，哦，你就会深信不疑。所以感应功上面，信心难无损哈，信心难无损，啊，这个叫信心无一点，这个信心呢没有相信。想象的是加工，这个没有除夕，断断续续，断断续续的有机可乘。哪个去拄到歹的姻缘，哪个来讲一下？因为你有当时啊，拄到好地，拄到问题，你会去讲看伊。啊，这个人哪个无正信的人，伊哦啊，你去交人去见面的安怎，甲伊抱落去的时阵，伊就安怎？一直停下来，所以很怕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没有足心，哦，没有相信，哦，的安断断续续，所以哎，培养自己的信心是能够维持相信。啊，尽量遇到问题，你要找的人是爱找，真正是有正信，啊有这个正念，啊有这个坚强的信心的潜力者，哦。伊吼，即、这个正能量很强的。你若去找一个，都伫遐奄奄一息，阮查咧看，拢去家己迄个厂伫遐咧吐火，迄个苦水，哎，迄个，结果到尾啊，讲有人听，迄、那个听听的，迄、那个死啊，你搁活的，就是咧讲吼，阮做保险的，有足侪人入去的时阵，啊，拢会拄着靠迄、那个问题啊，啊，就咧讲无爱做啦，无爱处理安怎。啊，拢去讲予遐迄个，遐我听无来无介久会听，结果遐人死啊，走出去啊，伊搁活甲好好安尼来着。所以吼、哦，迄个，咱毋通去做一个安怎吐苦水去共人饮食啦。安尼吼，安尼咱会做真重。哦，咱着啊，伊嘛无法度替你解决啥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第一唯有自己心理去调整。第二啦，真正都讲袂使，咱爱找迄个有正能量的。哦，啊，这个观念较正确来个先一些来讲，啊，那无吼，有当时啊，真正会甲人影响死嘛，吓、啊，哇，啊，很不好意思啊，阿姨，咱好些，拢在讲十五分钟，哦，啊，迄个，我喊哦，后回若说遇到咱，我一定保证，甲资料做好，保证，哎，咱会进步，会进步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咱今天呢，我们就分钟到家了，谢谢。